发生胸膜粘连，可以出现一定的症状。在胸外科呢，最常见的胸膜粘连呢，最多的就是手术以后。所谓的胸膜粘连，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老百姓的话来说呢，就是胸膜里头结疤了。它实际上是一个愈合的过程。再一个呢，就是如果得过胸膜炎，它也会去产生胸腔粘连。胸腔粘连会出现一定的症状，主要就是一个深呼吸以后的一些疼痛。这个原因引起来的原因呢，就是我们胸膜粘连以后呢，随着呼吸动作，我们肺的运动呢会引起这个胸膜的一些牵扯，引起疼痛。这个疼痛呢一般不会太剧烈，我们多数不太主张进行那个对症的镇痛治疗。对于这个胸膜粘连引起来的一些疼痛呢，我们绝大多数是鼓励病人进行深呼吸锻炼。等这个胸膜粘连，一个它有一部分会逐渐吸收，第二个呢，它随着这个呼吸功能锻炼，肺的活动呢，加强以后呢，它对这个胸膜粘连的所谓的胸膜粘连就是已经很松弛了，不足以对这个胸膜形成一个牵扯，它的胸痛也就消失掉了。再一个呢，就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呢，胸膜呢对这个牵扯呢已经适应了，疼痛也就逐渐消失了。